今天早上打开报纸，不是看马来西亚的报纸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同一个新闻。台湾的自由时报，印度的 DNA India， 曼谷的 Bangkok Post，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，都报道同一个新闻。全部人都在报道马来西亚的阿基多赖席敦赖财。你买赖席敦赖财，我给人讲大事大条了。昨天轰动全世界，马来西亚的首相涉嫌把国家的钱，不是2000万，不是2亿，是26亿放在私人的银行户口里面。你讲真定系假？讲真嘅举手啦，后边你睇，哇，全部人都相信。讲假嘅唔再举手，真系冇人举手，证明系真嘅，唔系我讲嘅，系大家讲嘅。10年、20年，不是存1000年，他要存87000年，才能够存26亿。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《爱你10000年》啊，我们的这个亚洲华尔街日报，让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全部突然间醒起来，甘榜里面的马杰啊 ，estate 里面的布鲁沙利，城市里面的阿忠，全部人才知道原来。今天的事实已经到如此。如果今天我们的首相赖清德来讲，关张建龙罗那个亚少龙一打开了最少要做三件事情：第一，叫那些表达的老婆罗西门24小时内公布财产给国会审查，对不对？第二，马上起诉。人民的政府是清廉的，所以不跟你吵，就靠你来。